你吓到我了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各位，干嘛？我现在要把我们这堂口的信物交给他。我们的信物就是这个。什么？来，哇，来，宝贵，三个信杯。我认同大哥的说法。我也是，三个信杯就用宝贵。宝贵，你为什么瞪我？而且你还拿枪，对，还有瞪大哥，你敢指不？你不进，你为什么瞪我？我没有啊。有，你有，你不进，你不进，有，你干嘛一直抱我呀？你瞪我，你怪怪的。你刚刚拿枪，我抱你怎么样？啊？你为什么瞪着我？大家是兄弟，你为什么瞪着我？你为什么瞪着我？你干嘛瞪着我？你的流掉了。我请来决定你是否能够成为我们的堂主。加油，重新一个。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，后土在下，奉天承运，你爸在前，你妈在后。怪怪的。笨蛋，好，各位，现在我要请每一个人重新，我们这堂口今天开始要废掉了。好，每一个人都自我介绍一下，好吧？来，好，你是当中最小的小弟，你来说一下。嗯，大家好，那个混黑社会就是我从小的那个志愿。那今天很荣幸可以。你的声音太小，你这么小，这么不像人，没有走。你黑社会要大声一点。我示范一次，示范一次给你听。对，大家好，我是黄秋生。我还有黄秋生，黄秋生，黄秋生，来。哎，哇，你干嘛？痔疮犯哦？我刚才没有模仿啊。有啊，你演黄秋生啊？不像啊，黄秋生。有在模仿啊？你觉得你有模仿的很好吗？你觉得你刚才没有模仿黄秋生吗？你模仿的是董念台，是不是？各位，从此以后金盆洗手，我就不愿意在这个江湖出现了。是，干脆这样好了。嗯，我既然走了之后，兄弟当中，如果你选中哪位，你跟他在一起，堂口就交给他，你还是当你的贵夫人，好吧？真的吗？哎呀，那要跟我在一起吗？不是，要选帅的，像我这样子的 ，OK 了。帅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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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能有肾固腺癌哦。你先说，你怎么样？你先说。真情告白，真情告白。喜欢的兄弟，我想你好久了。谢哥，身体一直不好，但是我相信我能够带给你未来的幸福。你愿意接受我吗？真的吗？真的。可是你不可靠。你听到没有感动吗？马蒂奥，你听到没有感动？马蒂奥，你听到没有感动？我很抗拒，下了。太厉害了吧！等一下，我拍台。我跟你讲，从此以后我们要把黑社会发扬光大。好，每一个人要有他个人的味道，站出去，让你的对手害怕。嗨，就小，就小，我给你，就小，我最会，就小我最好。找两位来示范一下。我，就你了。来，预备，开始，来啊！韩正，你觉得你这样很狠啊？那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看我现在，怎么样？
一个啊，各位，现在已经正式进入白热化的最后阶段了。哦，现在抓到三位，我们就准备 ending。没有问题，绝对不会是我。各位，对，雷公，听我说，听你讲。华爷啊，我怀疑我放在金库里面的5000万被偷走了。啊？什么？不是我，是他，是你，应该是你。你说是不是你？你做出这种事情来？5000块，5000万是不是你偷走的？5000块是我拿的，5000万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5000万，我想听我们的小老弟骂一下他，雷公啊，骂一下，就是他这种违反帮规的要骂，不能推。你在哪里？哪里？晚上，那天晚上去了。没有错，大声一点，大声一点，我当大哥要讲话了。啊，一个大声斥喝，一个强辩，你们两个要讲到什么时候？不如我帮你吹哨子啊。两个还吵起来，不要再吵了。怎么样？现在要抓最后一位，有没有看到？大，最后一位。大哥，大哥，时间不多了，你赶快说出来，谁才是接班人？就让我来吧。你看我的脚，一定要有这种功能才有办法。流氓的基本，基本站姿就要像这样子才像流氓嘛。七步才像呀。你有没有用那感觉 ？2, 1, 2, 3, go！ 你在笑什么？你在笑什么 ？1, 2, 1, 2, 3, go！ 你为什么？哥跳舞，很高兴。大家在嗨的时候，必须要有人保持冷静。我就是那个守在大哥身边的人，大哥，你别忘记我，我也可以这样子。大哥，你换，大哥也可以这样子。大哥，你们和慢慢讲，慢慢讲，起舞，慢慢讲。你是无畏兄，你抱着我的腿干嘛呢？因为我跟你有手足之情，你的足就是我的手。接班人几位要来挑战的，当然有挑战，有比赛，所谓的 compare 比较的话，一定要有老师存在。几位嘉宾朋友，他们是目前呢时下年轻人熊尬爷对熊，第一位是我个人崇拜的偶像，个人在女艺人当中最爱的一位，欢迎小乔小姐。哎呀，小乔最近气色有点不好啊。对，因为我最近真的很衰，车子不见了是吧？我车子被偷了。车子被偷了，太好了！为什么要讲这样？宪哥再买一部给你就是了。太棒了！你只要开出品牌型号，好吧？宪哥，我的包包也掉了，真的，包包也掉了，被偷了。宪哥，我整个家都掉了。宪哥，对，我最近手表也掉了。哦，恭喜你们这些衰鬼！像话吗？人家擦死杯球而已。再来说 ，Markio 小姐。